清楚。没事啊，就是聊聊天。通常你有没有觉得零九桃花很旺？还有抽准啊！是特别配合樱花，所以这么粉。当然，哎，这个你们是就把所有的樱花摘下来做的这个外套，温馨浪漫的感觉，偶像剧、偶像剧、偶像剧的感觉。那你们会在台上接吻吗？林九，你今天穿桃红色那么好看哦，里面。那最近桃花也这么旺，然后会转。做音乐，做音乐啊，我很认真在做音乐。你想成为天后，那你现在又是一个新人，你就应该要放弃这些七情六欲嘛。会觉得宪哥讲得太凶了吗？都是对的。哦，真的。说的最棒。哇，你们做了17个小时哦。也没有啊，当然是有聊聊天啊。聊什么？周刊上面这样写啊。周刊是蛮准的。没事啊，就是聊聊天。那会有发展可能吗？不排除任何可能。好哦。先想嘛，不然之后。我们就哎，我们就到这边了。哎，那下一个想一下。有档。34个。大家确定单身？单身单身。确定。风泽，你有没有觉得零九桃花很旺？还有一个桃花，其实没什么桃花，所以才叫桃花樱花季。对对对，所以他们应该是看到这一点邀请我，所以待会儿去慢慢的桃花撒给歌迷们。那你今天有特别邀艾薇合唱新歌，对不对？对，今天就是我们的一起寂寞的首唱，好会 Q 哦。可以了吧？他们一直在捏我。对对对，这一段就好，今晚最近快乐。有，其实我们在规划今年还是会有一些作品的释出给歌迷。那你知道娄俊说要跟你收钱吗？为什么？他说他当企划啊。我知道，但是我觉得他企划做的一般一般的。就普通啦，他时好时坏，因为他的风格很适合他，但有时泡在团体上也没那么适合。我们有 KPI 了。哦，好啊，给他打几分？8分。满分是100吗？100吗？满分是9分。好。